左右400的肺，200的肾，然后就回推推掌收，看不懂？今天走的是走五行的路子，啊，心肺肾，而不是以前的心肺肝肾，啊，今天的着重点是肺，啊，这样不懂？200的推掌，然后100的心掌，然后400的肺，再到200的肾，然后回来推掌。好来，起来，然后就走肺走多。你的有时间肺走400、走600、走800，通通可以。然后走了以后呢，到肾去让它慢慢的泄，产生一个流，再回推，有时间就走完四个掌，还是照五行的顺序走，但是不要到心停，你可以走到。你走心能量起来，走肺，以肺为主，走，然后走到肾，慢慢往下，然后再起来走到肝，走肝再回来呢，你可以回到肾收，可以，也可以从肝回来到推掌收，也可以，那就以肺为主。来走的，